我这非常反对，我们不需要他们插手。只要你不听他的话，还是不遵照他的民族自由的制度呢，就感觉到世界上别的制度就是不好的。他怎么说不好呢？其实他就是用破坏的方式。没有经过政府各方面的批准去冲进了国际机场，这是不是一般的示威游行？这是任何世界任何国家都不允许。非常生气，这种他们这样做是完全是非法，一定要把他们绳之以法。如果作为一位大学生的话，我们还是应该把大部分的时间花在我们的学业上。他们可能目前要做的事情，如果说他们有参与的暴力行为，那我觉得他们必须要受到相关法律上的一个惩罚。我们非常非常支持香港，如果警察被咬掉了手指啊，如果警察也被打，也被怎么样的话，我们觉得啊，他们是执行公务，而且我们就是100%的支持他们。